跟大家简略介绍哈，这里是自动正向哈，自动正向，按三次，自动反向，好，自动反向，也就是这里是自拍的哈，好，这里自拍的，按两下，拍前面，好，拍前面，好，那其他的功能简单到不行，就是录影键摇杆，好，录影键摇杆，啊。录影键摇杆，我把摇杆调快一点，让大家有 feel 哈。现在没有 feel， 我把摇杆调到霹雳无敌快，好，把摇杆调到霹雳无敌快。好，摇杆调到霹雳无敌快的时候呢，也没有霹雳无敌快，比沙沙慢很多。而且左右速率不太一样，好，左右速率不太一样，左边比较慢一点，右边比较快一点，好，这个可能还有 bug 在，好，再来下上，好，都完全功能正常，好，不会有传说中什么摇杆不能用的问题，好，没有这个问题，好，没有这个问题，好，好，这边介绍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紧接着来介绍，现在休眠一下，按休眠，它其实还在启动 ，WiFi 还在连线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换卡的动作，换卡的动作，它的卡锁在这边，好，要细心找一下，好，那换卡的动作，那这个 USB 呢，好，告诉你，大家都在想说那个外部供电的问题啊，哇，你看发现那个 USB， 有没有看到？想太多，插头比不好啦，读卡机而已啊，能读卡机而已，捅进去，带起来。那至于他换镜头呢，在这边换镜头，在这边换镜头。好，那目前因为陀螺仪本身需要很要求的平衡，所以你镜头换得太大颗，没叮当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以为他换镜头什么就天下无敌 ，M43都钻上来，基本上都磨煞眼睛。好，少数几颗重量轻的可以用。好，这个是好，听到。建议大家开机之后，等到嘟嘟嘟哦，那些这个传感器校正声响结束之后，你再来动它，不然你的下场就是有可能会遇到歪斜的问题。记得嘟嘟嘟，刚的声音非常的重要啊。那紧接着，我们这个就是Osmo 的会计师灯架，好，会计师的 Osmo 灯架，好，跟背带，好，跟背带，好，跟背带，让你很舒适的工作。再来，把手机给靠上去。把手机给靠上去，后头有在拍哈，照片。那再来这支哈，这一支厉害的玩意来了哈，这厉害玩意来了，这什么厉害呢？这是我个人在用的，那原本就是想要私藏了，但是好吧，还是介绍给大家。这一支是什么呢？ Shotgun LED 灯，指向式 LED 灯，它可以做润，它可以做润，哦，它可以做润啊，润，它可以做润，然后可以广角，好，可以超广角，广角嘞。上下170度左右，170度，绝对超过你的镜头的范围，绝对超过你的镜头范围。好，这是一个套件，几百块的灯，这个灯几百块，有副电池，好，有副电池，那么有广角，好，有望远，好，这个灯，那它是白光，那如果有需要黄光的部分，再告诉我们一声，好，我们再帮你配黄光滤镜，好，那是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，下杠。LED 灯，好，斜杠 LED 灯，好，扣上来。好，那整个操作就完美了，好，整个操作就完美了，好，我要收音，有收音的。我要打灯，有两组打灯，那为什么要两组打灯呢？大家看哈，我这个灯是由上往下的。由上往下的，好，
那这个灯打下去呢，由下往上就不妙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看哦，大家看哈、哦，这个时候我转过来，我一样可以底角作业，灯光就由上往下了。我有两组灯啊、哦，可以补。那如果比较狠一点的话哈、哦，我们这样打，看到、哦、下杠灯，好、哦，人就被烤焦了，够亮的，挺亮的。非常的亮，非常的巨亮啊，亮到一整个破表啊，亮到一整个破表。背景尽量这边啊，背景尽量那边，那边有点乱，那边有点乱，注意哈。好，那爆亮的结果呢，就是你会造成一个现象，拍出来的东西哈，人很亮，主体很亮，不一定欧骂嘛，适可而止。OK，好，那跟大家介绍这个就是 O 什么 X5。好，我什么叉五，好厉害的东西。那所有的套件呢都可以单独贩售，如果有任何需要哈，或者需要改良的地方，好，我们都可以帮你车件加工，好，另外再做车件加工。好，那这是最新上市的叉五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